Hello， 今天咱们吃一个榴莲蜜，榴莲蜜，看看能开出多少肉啊、哦？这皮儿这么硬呢，不好扒呢。大力出奇迹，咔！拉倒。哎呀妈呀，一个肉没有。下边能，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这边是不是包了一个呀？这里有一个，看，给它抠出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不容易了。这个应该是没熟，正常它这熟了之后应该软软糯糯的那种的。先放这啊，两块，三块，也不少。这里还有，哎呦妈，这太需要臂力了！这个看着不大，肉不少，四块，五块，六块，哎呀，这撕坏了的。行了，这回这上没有了。哎呦妈，这给我累的，一共是这些块，哎，拆开多少钱？全是胶，这不戴手套就整一手胶，洗都洗不掉。哎呀妈呀，这给我整的直冒汗。来吧，尝一个吧。这个长得是不是特别像菠萝蜜？但是它这个是榴莲蜜。没熟，如同嚼蜡，老难吃了。再放一放吧，放一放再吃吧。又吃了个寂寞了。